星甄子丹深情弹着钢琴听电影《星际大战外传：侠盗一号》中文主题曲《跨刀助阵》。萧敬腾与迪士尼合作演唱中文版主题曲，钢琴演奏则找来在该部电影中嘎一角的甄子丹大秀情艺。考验坚强，只有走向天上你爱骄傲的手上。甄子丹出身音乐世家，从小就开始弹琴，也曾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一展才华。弹琴又现唱，还耍起双截棍，甄子丹给足周董面子。这一回为电影主题曲再秀情艺，真的是文武双全。致影片于综合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